无字天书大家都懂，可是我认为庄子是有字天书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字啊，可是不懂啊，鱼怎么变鸟啊？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不容易懂的地方。庄子跟孟子是同时代。孟子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见梁惠王。庄子这个时代也是梁惠王啊。可是为什么孟子出名？庄子当然也出名，可是庄子出名比较晚了。在汉朝，说道家说什么？说老庄吗？不是说黄老，没有说老庄，是魏晋以后才慢慢的有名。那么同时代，孟子没有提到庄子，庄子好像也没提到孟子。很奇怪，为什么不知道？我想可能庄子那个时候还不大出名，尤其是他有著作，有字，有言，可是不大了解。所以最有名的名家，公孙龙嘛，是吧？公孙龙他说他没有办法跟庄子辩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辩。我上一堂就说过，台大有那么多教室，几乎每一个教室都是求知，只有这个教室与众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庄子与众不同嘛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几千万年都碰不到的一个机会啊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是有个球要来撞地球吗？好像有哎，我不知道是哪个，那一定是科学家，一定是天文学家说。什么行星要撞地球了，好像就定在今天呢。可是到现在，当然今天还没过去，还有几个钟头。说台湾可不可能中奖，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上次也说过了，预言，三次虫子，不识之无，他也知道什么叫预言。这个预言是谁创造的？就是庄子创造的。庄子以前没有预言这个说法。庄子有一篇叫做《预言篇》，庄子内容有内外杂三部分。内篇是七篇，外篇是15篇，杂篇是11篇。别的子书也有内外，可是没有杂。而庄子的内外杂三部分，就有很多人有意见。有些呢，好像不是庄子自己写的。那究竟哪部分是，哪部分不是？众说纷纭，也莫衷一是。一般呢，都认为，大致来说，认为内篇比较可靠。可是内篇只有7篇，说外篇、杂篇呢比较不大可靠，尤其是杂篇，内外杂的次序，杂篇也是放在最后。那内外杂篇
预言篇就是属于杂篇的，可是预言这个名词，已经流行了很久了，几千年了，大家耳熟能详了，都知道预言是什么，那龟兔赛跑啦，什么狐假虎威啦，什么类似这种，很有意思。可是庄子，我说过，庄子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？好像找不出来。虽然有一些故事好像也是寓言，比如说庄子跟他的好朋友看鱼啊，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啊？你不是我，你怎么，这个故事，这个好像也是寓言。那么这些个也归之于寓言吧。所以说，寓言篇一开头就是寓言19，这19是怎么回事啊？一般都认为大概是90%吧，有那么多吗？那否则他为什么写19呢？说仲言，仲是什么？仲是重要的人物啊，大家尊重的、了不起的，像孔孟之类的，都是圣人啊。什么宇堂文武啊、周公啊，他们说的话，在这里面有1/7，是吗？90%、70%，谁统计的？不知道啊，大概是吧，因为流行几，不说几千，也至少1000多、2000年了。没有人反对啊，认为大概就这样嘛啊。所谓仲言呢，现在流行什么？VIP 嘛，对不对？那知言日出，何以天尼？那前面那两句呢，好像是说内容是如此。那知言日出，何以天尼这8个字呢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当然我要慢慢的说。我先说，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天地篇有这样两句，这个大家都懂啊，我们也常常朗朗上口啊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。我为什么要把它写出来呢？特别提出来呢，就是我认为，这是一个字，这是两个字，不知是两个字，这是一个字。知是一，不知是二，这两个字，我上次已经说过了。我要打破历来的传统说法，预言是两个字，两个字什么？拼音呀，拼音是什么？就是圆嘛。19呢，也是拼音呢，拼音是什么？啊，就是道嘛。19，闽南语怎么拼？7、8、9、10，十是什么？杂。古什么？古无舌上，没有知吃诗鸡七夕，都没有，都是舌头。什么是舌头啊？都是的、特、呢。所以一是什么？一是鸡。古时候没有，把鸡七夕的鸡换成的，就是的，这个就是的，一就发的的音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蜘蛛怎么发音呢？
是帝都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人念基督的。为什么老用闽南语？因为我不知道别的南方话。就是说，最主要的是闽粤，啊，闽南语属于闽，就是福建。福建的简称就是闽，闽南是福建南部的话，南部的话跟北部的话一样吗？当然也不一样。我现在还是听不懂福州话，因为在台湾呢听闽南语，学闽南语，所以我听得懂了，没有学福州话。更没有学广东话。现在我说古说怎么样？古说怎么样？现在各地的方言都不统一，古时候会统一吗？当然更不统一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可以。用我们所谓的国语，大陆所谓的普通话，大家都可以沟通了。以前香港人好像不大愿意学普通话国语，常常讲英文。可是回归之后呢，他们大概也努力的学所谓的普通话，因为至少。跟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所以我后来经过香港，我经过好几次香港，没有进香港，有好几个地方，我飞机就停在那里，就是没有进去，就是在那里转机，好几个地方，巴西也是，我到那里了，没有去。九可以念告，对不对？的告。大告是不是？所以十念杂，没有古时候没有支持机器，都是的特。你把它换成的特，就是的。那个刚开始啊，我听这个闽南语说男人叫杂波，叫杂波，可是也有人说打波。达波，他发的的音呢、哦，现在还是有人发这样的音，所以十其实就是的 简单来说好了，十这个是不是十啊？是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形声字？当然是形声字，这是它的声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达吗？庄子喜欢常常说古什么古什么啊。我认为"古"这个字啊，当然现在是哥科，古时候没有，所以如果把它换成"的特"的话，是不是也是"道"？"古"念什么？"古"念"垢"，对不对？把"哥"换成"的"呢？不是也是"斗"嘛，对不对？"斗"。现在说啊，先暂时不说这个了啊，说重言。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庄子他说我是不言之辩，我没有说，你怎么没有说？你说了那么多，有那么多字为证啊。他说的，我认为他不说。不说，可是还是要，还是明示，还是暗示，透露这么一点点，很少，啊，所以他说的很少，可是你要抓住他，比如说寓言，寓言这个名词，我说现在大家都很流行了，小孩子还没认识字，他也知道什么叫寓言，可是这个名词是庄子用的开始啊。可是庄子书里面，他用这个寓言这个名词，只用三次啊，寓言篇用两次，
其他的就是在这里《天下篇》用一次，我写在这里的。那么下面我应该说是，比如说这个之字啊，之字也是很少见的，可是庄子他就用了它，用的不多，啊，就是也是在这里，在这里大概是用了，好像四次，用四次，那我为什么说两个字拼音呢？就是我从这里来得到一个所谓的灵感吧。他这三句话呢，是第三句是欲言为广，这里是欲言、众言、之言，他在这里是之言、众言、欲言，怎么样？相反，对不对？老子说正言若反，那么我们现在说倒过来，是不是？上次写了半天，写什么？你要来干嘛？求知啊？什么知？我知道啊。对呀，知道嘛。哎，南方人不说知道啊，说什么晓得啊？我上次也写了，对不对？小当然也是，你会晓未？会晓，未晓啊？知道就是小嘛，对不对？我说知道是什么？知道就是低头啊，低头啊。我刚才说知念低，对不对？低头啊，低头就是。我上次也写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厨房的厨念什么？读啊，低读，低读，低读，差不多。还有这个呢，姓郑的郑，念什么？念低啊，反正声音都差不多了，都是低读。这不是你把它换成个，这个不是读吗？低读，低。都是低头啊，什么是低头？低头就是走路的声音呐，就是你叫牛马立正啊，牛马会立正吗？牛马不会啊，过一会儿它低头，低头啊，你人走路会不会低头啊？也会啊，低头。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对不对？人有空了休闲，我们的大家都懂啊，知道啊，庄子讲什么逍遥啊，逍遥，大家都懂啊。你来，那么多人都没来上课，就干嘛去了？去逍遥去了。对啊，他何必来上你的课呢？逍遥多好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这里也写了，没有写在黑板上。我说教庄子呢，就好像讲二十五史。当然讲的没那么严重了。有句俗话说，一部二十，现在25、26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从何说起呀。讲庄子也是一样，我不知道应该先讲逍遥呢，还是先讲寓言呢，还是先讲一呢，还所以也是什么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胡说八道。庄子胡说八道，庄子怎么胡说八道？我上次写了什么？庄孝为，对不对？你们懂了吧？懂了的举手。不懂闽南语好像不大懂是吧？曾孝也是吧？是不是？有人常说你不要，你叫什么庄子？庄子他是假装的，假装的。对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他是假装的，他是开玩笑的，开玩笑也不是开玩笑。为什么？正言若反，反过来反言呢也是正，是。为什么？我说过了，都是圆嘛，圆你不知道嘛，哪个是开始，哪个是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是正也是反，是开始也是终了，是一也是二。
所以讲什么啊？刚才说了半天，为什么我就是说它倒嘛，倒过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倒过来什么意思啊？它就是这个声音嘛，你不是要知道吗？知道它就到处都有道的声音在这里。我说念庄子怎么样？很简单嘛，你念嘛，你念出它的声音来，你就懂了。它的声音是什么？它的声音就是滴哆滴哆哆滴滴哆，真的吗？这里有个真，对不对？众言为真。我有一次在美国，我到美国去是都是旅行啊，都是，而且是虽然美国可以，也不是，就美国的这个你签。现在我很久不去签了，我也很久没去了。他的签证费越来越贵，贵到我不想签了。现在听说我们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可以免签证，对不对？可以落地签证，说美国也快开放了。美国大概是太穷了，穷的在签证上面打算盘。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图书馆，那个小图书馆的中文书，我当然不，我看不懂英文。看到突然发现有一本书，作者是谁？是张学良，大家都知道，都知道，那我不说他的事情。他在里面说了一个故事，不过他说这个故事不是他编出来的，当然也是个算是个笑话了。但是别人是谁？他写了没有？我也不记得。反正我看了，我会心一笑。孔子他也曾经周游列国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懂，都知道。他到了某个地方，没饭吃，要想自己烧饭，烧饭要买米，就叫一个弟子去买米。到了那个米店，要买米。那个米店的老板说：“你认识这个字我就卖，不认识我就不卖。什么字？就是这个真。我这个字还不认得吗？当然认得啊，真嘛。老板说不卖。这为什么不卖？他说你不认得，这不是真。他就回去了啊。”回去跟老师说，他有米他不卖，我有钱他不卖。孔子说再换个人去，换一个大概是比较聪明的颜回之类的，就去了。老板还问他说你认识这个字我就卖给你。他一看这个字，那个孔子的学生说，这个字我认得，它是直八。哎，那个老板就卖了，好，为什么？不认真呢？你不要认真嘛，尤其是闽南语，认真什么？认真是用功的意思啊，是不是啊？叫你们不要用功，学校要解聘我了。张学良说这个故事是他看来的，我忘记了他有没有说是看谁说的故事。他说不是他，谦虚，他不是他创造发明的，就是不要认真，直八。我现在想，这个倒反而有道理哎。当然《说文》不是这样，《说文解字》不是这样啊。我们现在语言都要，语言文字，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华文，很特别，跟全世界的其他的文字绝对不同，独一无二，有没有二？我想还没有。
我虽然我也不懂其他的国的文字，我想找不出来第二啊。什么？单音节是不是？一个字一个音节。中国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就在这里，所以它可以创造很多特别的，怎么说文学吧，是不是？比如说吧，用英文，你可以中文可以写诗，我英文也可以写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中文可以作词，你英文可以吗？我们可以作曲，英文可以吗？好，就算你可以，我们可以做对联，你可以吗？你不可以了吧？对不对？有一个对联，很有意思，也许你们都知道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知道吧？下面是什么？忠孝仁爱礼义廉，好不好？绝妙，为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忘了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忘了八，忠孝仁爱礼义廉，什么？无耻，对吧？你哪一国的文字能造这样的对联？大概除了所谓的中文之外，是不是独一无二？我想一定是独一无二。说真，不要认真啊。我那天上礼拜讲，其实所谓低头啊。就是得到，闽南语这个念什么？国语念支持，不要念支持。古时候没有，都是得特。闽南语念什么？滴滴行，是不是？总统府办那行，出了台大校门，滴滴行都搞啊。滴滴，这个什么字？我问先生什么字，你就回答形声字就对了，那就是形声字嘛。形什么声？这个就是它的声啊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得呀。得怎么很？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大概现在应该算是50年前、多少年前，那个时候南韩突然换了一个总理，不是总统。啊，总理，那个总理等于行政院长嘛。哦，我们台湾也大登特登，他的名字我还记得，他姓南，下面是右，大概是这个右吧，还是我不晓得，大概是。这个字什么字啊？赶紧查查了，哦，他就是德嘛，就是德嘛，为什么德这样写呢？这是形声兼什么？兼会意呀。孟子是说：“孺子将入于井，那个小孩子不懂事，爬到那里，哦，好危险哦！你要怎么办？你是拉一把还是推一把？你直接的内心反应就是德嘛。你一定是拉他一把嘛。”那当然可能有99.0001%的，不是0.0001%，老了这个嘴跟这个脑子啊，有的时候常常配合不到一起啊。有没有推一把的？你不敢说，绝对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天天什么杀父母的，杀什么？他不讲这个，那是什么道德沦丧，对不对？德直接内心反应，
可是直接内心反应别人不知道，你要做出来人家才知道，所以你要行啊，你要做出来。现在表扬说这个模范母亲啊什么，要不要有人说啊他有没有什么表现，对不对？你要表现嘛，表现就是这个。那这个怎么说？什么时候把这个木啊把它横翻过来横着写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问我，我问谁不知道了？那这两天我说也很流行，对不对？讲这个什么？我们刚刚讲倒啊，对不对？那本来有四点，什么时候不见了呢？什么时候不见？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不见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本来四点是火吗？不是火哎，它本来就是脚嘛。因为两只脚，不知道，反正我看现在电视上打的那个，哎，它写是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山就是这样的嘛，山是本来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它这样一弯曲，又好像鸟，又好像山。我说中国文字最好、最有意思就是，很像，对不对？最像的是什么？最像的就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像吗？我画的不像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最像。怎么样？所以就把他叫做像不像？他很像他爸爸，很像。所以这表示什么？表示古时候的气候比现在要暖，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现在不产橡了，橡在哪里？就算是有也在南方啊，在气候暖的地方啊。产北极熊的地方有橡吗？没有啊。有一个省，它的简称跟象有关系，哪一个省？每个省都有简称啊。江苏叫什么？叫苏嘛。安徽呢？安徽不叫徽了。我是徽州人，我是皖南人。北边一个安庆，南边一个徽州，两个字拼起来叫安徽省。胡适之先生哪里人？徽州人。他跟我不同县，我是休宁。我说这个我是安徽的徽，是因为我的祖籍是在那里啊。我是生在上海。德念滴啊，对不对？入声念滴，滴哆滴哆。所以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从直德生，德就是从直德生，滴滴一样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几乎一样，就算是声调有一点差别的话，那直八下面是八，当然不是八啊。我说歪打正着啊，这样也对了。为什么？庄子在《齐物论》说，大家都知道这一篇是庄子的第二篇。他说：“分也者，有不分也。”变也者有不变也。我现在就是说，拿这个来做证明。分有不分，不分拼起来它还是分，是不是一样？分念什么？念奔呢？这又回到我那天讲的。古什么？古清纯。现在清纯念佛，
古时候没有 F， 没有这个音，嗯，都是重唇，都是波波，所以正言若反的反就是现在闽南语吃饭叫什么夹崩崩，这个就还有这个重音，对不对？板所以分念什么念奔，不分呢不奔，不奔拼起来它还是奔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变呢不变跟变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它是说变也者有不变也，分也者有不分也。当然你也可以说，对啊，我是那天临结束的时候说一尺之锤 日取其半万事不绝。他是数学家，对啊，日取其半，不要讲这个，嗯，分不完的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，中国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就被庄子利用了，利用了。利用这个特点来说，不好听就是来开个玩笑，说好听呢他来说大道理。他要说什么道理啊？说最高的道理。最高的道理是什么？是哲学，对不对？我说过了，研究不管你研究什么都是什么，都是自我设限。对不对？啊，研究这个，研究那个，你研究出来了。刚才我说过了，那个天文学家，不知道哪个天文学家，否则报纸不会登的，对不对？说，可能撞地球，哦，台湾会不会中奖？不知道，也可能，也不可能，不知道。反正台湾在地球上也小，小的，小的很小。有的人都外国人都不知道台湾在哪里。哦，台湾就是 Thailand 啊，就怎么是 Thailand 不是啊？所以只是自我设限，这样你才研究得出来。说拜托把这两条线插掉好不好？那还研究什么？那什么都研究不出来了。你就算你研究出来，可是你还是有限度的，因为你自己设限了。因为你到现在还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时间有多久，你不知道空间有多大。我刚才说了，庄子是讲什么？他说我没讲，你不是讲了吗？等等，讲了，那是讲了，讲了等于没讲，为什么？说了半天，那我说你们在做梦，我也在做梦啊。那等于没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别人都怎么样？你们不懂，来问我就对了嘛。你不懂，不懂我再解释一遍。你不懂，我再比方的更清楚，让你懂，到你懂为止。庄子是吗？庄子，你懂了，糟糕。那就不对了，因为你抓住的是什么？抓住的是有限嘛。他要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这个不知道，哎，不知道什么，把这两条线擦掉，你不知道时间有多久，你不知道空间有多大，你这两条线不可以随便乱画，你画出来都是你自以为是。能够维持多久？
现在塑胶袋很好啊，塑胶袋500万年不会啊，不是500万年，没那么久了，说不会化的，那怎么办？这垃圾那不得了哎，那怎么办？核子弹那核子废料怎么办？不知道了，丢到太平洋不行，丢到哪里不行，那怎么办？丢到太空去。现在丢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他不讲，为什么讲了你们会害怕？你就是不知道嘛，是吗？你只知道一，你不知道二嘛，也是开玩笑，因为不知是两个字嘛，你知是一个字嘛。我说过了，人自以为了不起，怎么样？我当然说人是有限的，是中国人了，自以为很伟大，把人造成伟大的大，你有那么伟大吗？没有啊，上面还有天更伟大，还有地也不微小。天地人是三才，谦虚一点，人是老三。因为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现在知道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地什么地，只不过是一个小球而已。虽然我人没这么伟大，可是我人已经知道你，已经征服你了。所以顶天立地，顶天当然还没有顶到了，可是怎么样，人不服输啊，人定胜天啊，人一定会胜天啊。你一定了吗？到现在还没一定啊。刚才说了说有一个什么星要来撞，结果没有来嘛。那就算来，他是多久啊？不知道啊。他哪那么准就撞到太空里那么大，怎么会撞到地球呢？不知道啊。这个天文学家他算了半天，他没算准嘛。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了不起的，因为你算到最高的就是哲学，哲学你就是不知道。庄子要讲什么？他就是要讲这个最高的，最高什么？老子说道可道，不能说啊，你说出来就不对了，因为你说的出来就是有限。为什么？你发音嘛。你发音，你不管你说的多伟大，你说啊，我比宇宙还伟大，你比宇宙还伟大，还有一个比你说不出来的那个更伟大。北方俗话，我不知道南方大概没有。人怎么样？一张嘴两片皮，怎么说怎么有理。那现在什么辩论什么？辩论就看你谁说的有理嘛。谁说的有理啊？能言善辩的有理。庄子是什么时代？是战国时代。战国时代什么多？辩士多。苏秦、张仪不都是辩士吗？到底是苏秦对还是张仪对？苏秦是什么？一个是横冲，一个直撞，对不对？到底是直对还是横对？我上次叫你们买的这本书啊，因为它有郭象的注。我刚才说过，郭象先不是这个
现在的庄子呢，只有33本，33篇本。33篇，可是在古时候，在以前有52篇本，有27篇本，那些个现在都不在，不知道那个本子是究竟怎么样。那33篇本呢，就是郭象柱传下来的。那么究竟在郭象以前是比较多被删掉了，还是怎么样的情形，不知道。这个所谓的分成内篇、外篇、杂篇三种，到底是谁分的也不知道。所以一般认为大概就是郭象他的看法，他把它分成三部分。那么到了唐朝，有程宣应，他是个和尚啊，他做这个术。唐朝有陆德明做是经典释文，经典释文有很多古书都有释文啊，这庄子是其中一部分。那么清朝晚清的时候，郭庆凡他把这三个人的这个什么都收集在一起，做了个集结。那么现在的王孝瑜他把它印出来。所以这个本子是王孝瑜他弄的，他在大陆的，他怎么印当然不知道，反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翻印他的。当然这个版权的问题他不追究也就无所谓了。再说这个字大家都认识吧？啊，不认识啊？对啊，念掰啊。这是现在创造的，创造大概没有多久，说没有多久大概也有几十年了。掰什么分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用手两个手把它分开，这就是掰嘛。比如说一个什么东西掰成两半啊，两个一半就是两半。对，一掰就分手。对啊，两个手把它分开嘛，这个也是算什么会意字吧。我觉得现在我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好奇，就一路上走啊，听这些同学们打打手，以前都说再见，现在没有了，都说拜拜。我说也有道理啊，拜什么，就是分手嘛，对不对？就分手了嘛。以前我觉得有一个翻译翻得很有意思，很好。知道吗？他们是四个人呢、哦。他们都是什么？都长头发。所以那个哎，正好翻译这个英文也正合适。刚才说直八，我说是歪打正着啊，因为直是什么？直就是一，直跟一的声音一样，滴，对不对？滴滴滴，跟那个德声音是一样的。滴八，八就是不一。对呀、啊，到银行领钱啊什么都要写大写，大写就是别，八就是别，别就是不一，所以这也是歪打正着，差不多。
说真真是什么？真就是，我现在要说，啊，说重言为真，说文解字，说文解字说，颠也，说天是颠也，解释这个天呢，天是颠。颠什么？颠是巅峰嘛，对不对？最高嘛，天就是颠。可是《说文解字》它也是用差不多是同音的字来写的，很多都是同音的，所以这个字它就是天就是颠，颠就是天。刚才有人来干嘛？什么表啊？填表啊，不是填吗？对啊，来填表啊。填什么？填就是真嘛，真是它的声音嘛，这就是形声字嘛。所以真，我刚才说了100次了，没有说，也差不多了啦，是吧？鼓什么？鼓舌上都是舌头，都是的特，所以真就是颠，天就是天，马马虎虎呢，就是混为一谈。我说庄子是干嘛？庄子就是混为一谈，为什么？因为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它都跟这个一有关系。天地篇说：“天地虽大，其化君也。”刚才说过，谁大？人自以为伟大，可是还有天大、地大、人也大。哦，你是老三，有点不甘心，怎么样？至少是老二，因为已经征服地球了。我知道你地球直径是多少，半径是多少，你的圆周大概有多大，我几天就可以绕一个圈。可是呢，对这个老大呢，还是不知道。所以我说，从古到今，一直到现在，也还是外国人说不知道怎么办，就问上帝，My God, My God。我们中国人呢，从古到今，我的老天呐，你，对啊，叹气就我的老天呐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，天知道，对啊，只有天知道，天最伟大。天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它就是知道，因为知止于不知，你所有的知都比不知道要小得多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的就是地球这么一个点，你知道空间还有多大，天外还有没有天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时间要多久？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几千亿万年，还有没有比那更长？你说得出来，它比那个还更长，所以，他要说什么？说不言，我不说，为什么？说了都太小了，说了都不够达到那个最高境界。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用个什么来？用个圆来做象征性的代表，因为圆你就是不知道。我觉得我画圆是越来越画的越，因为我画了几十年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什么？你知道是在里面，不知道是在外面。知道是什么？知道是有，不知道是无。我现在很少用这个，我就用这个来代表，这个笔画少一点，对不对？人常常喜欢偷懒，不愿意写。笔画多的字，所以，我偶尔是偶尔吗？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偶尔啊。尔，这个念什么？念第二声，因为2个第三声，国语会变第二声。小姐，
没有人是小姐，对不对？总统没有，就是总统，哎，第二声。老虎，老虎，总统，小姐。国语变调的唯一的就是两个第三声前面变第二声，前面变第二声就常常出问题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，也是偷懒，这个笔画少，偶尔写起来方便，对不对？就不写偶尔。其实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偶尔，就是偶然。这个儿是个转折词啊。嗯，还有一个我常常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什么古董，是这个字吗？不是，是哪个？是这个字啊。你不是懒得写笔画多的吗？这两个哪个多？当然这个多啊。那为什么写这个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那就高拐嘛，对不对？高拐怎么写？那是闽南语了，对不对？就是狡猾的狡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是第三声，这个第三声，这个也第三声，这个要念什么？要念第二声，要念第二声，哎，就念成这个。对呀，那个甲骨文不是也很有价值吗？可是甲骨文有几块骨头啊？那个牛骨头很少哎，那个剩下那个死人骨头就不行了。死人骨头是闽南语骂人的话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懂闽南语就那个很早听说，西郎骨头，西郎骨头是不是骂人？真正的骨头就这么几块牛骨啊，几块牛骨，其他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时间变久了。文学院那个房子怎么样？要保存的好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上次说过，这个楼是新的。我是前面那个楼只有两层，就说这个以前的楼啊，还没有这个楼没有盖之前拆掉了。那个楼两层的楼，我是看它起高楼，看它楼塌了再盖这个。这个我看它起高楼，可是我看不到它楼塌了，因为它至少就算没有文学院，没有那个办公大楼那么坚固，可是至少还有三十年吧。三十年我就等不了那么久了。所以古才是懂。所以古董，古董，因为它变了声音，好像骨头的骨，不是，是还是古代的骨，因为时间久才有价值。什么都在变，文字形它会变，音它会变，意它也会变，时间久了它都会变。知道吗？台湾叫什么？对，叫背心嘛。上海叫什么？你们当然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上海叫马甲。嗯。打仗的时候，人要有什么盔甲，对不对？保护啊。马要不要？马也给他保护啊。有没有四条腿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所以叫做马的甲，就是前胸后背。这个本来是什么？本来不是这个。
把肩膀砍掉，不是人的肩膀，是衣服的肩膀啊。可是总觉得看着好像就会想到什么，想到这个，哎，不好不好，就改了，改成这个，嗯，这个念什么？念第三声，血。这个呢，血。这个可不可以念血？不可以念血，可以念第四声，可以念血。要念第三声，一定要念血，不可以念血。所以念第三声血就混为一谈了。嗯，哦，中言为真，所以真就是天。所以我说预言是缘，众言就是真，真就是天。刚才说了半天什么，人人头上一片天，庄子是有字天书，天它也是一。我说天是什么？天是老大，哦，人也老大，人老大是老三，老三再进一步征服了地，说我是老二，好，你是老二，可是你还不是老大，老大还是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。天怎么是一？古时候呢，有阴阳可以对转。什么叫阴阳对转？凡是 A E I O U， 这个都是阴声。嗯啊嗯啊，都是阳声，有鼻音的。天是阳声还是阴声？当然是阳声。特一安，对不对？颠，你是颠也好，是天也好，都是阳声。可是它可以对转。什么叫对转？就是有的时候它可以变音，由阳声变成阴声。对啊，这个天变成阴是什么？好像楼梯的梯一样。可不可以念成梯啊？天地连在一起怎么说？梯就念梯，不念天得，是不是？梯，比如说现在很有名的那个歌星叫于天，对不对？闽南语念什么？就念于梯，好像不念天，不念天，念梯，梯，梯，念梯就跟梯差不多一样了。所以天它就是一，就是老大。人是老二，人跟二的声音有关系。为什么？看《史记》啊，《汉书》啊，常常看到刘邦讲粗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就粗人嘛。他是干嘛的？他是刑警，哎，他是抓小偷的。那刑警跟这个贩夫走卒这个比较下层的社会常常混在一起的，所以他讲话常常不高兴，他就说自称什么乃公，乃公如何如何，以前我不知道，然后乃公就乃公吧，后来我知道，他说乃公就是拎公了。现在我看常常写什么林伯是吧，也是粗话嘛，林北嘛，伯是阿北嘛，林北，林北安呢，就是自己自托老大嘛，说啊，我是你的长辈，是乃公，乃是林。其实
这个是个什么字啊？这是象形啊，还是会意啊？这个就是人，哎，这个地方凸出来，它就是乃嘛，就是会意间形声哎，会意间形声，嗯，其实这个字啊，现在写有了白话文以后，说第二人称代名词，男女分开，女人呢写这个字。这个字是什么？女字边一个耳。其实这个字就是这个字，就是乃。嗯，女字边一个耳。嗯，所以在古代的小说啊，比较古一点的，不是民国的小说，他们写乃啊，写乃就这样写。嗯，女字边一个耳，就跟这个一样。那个时候当然。第二人称代名词，我们还不用这个了。所以这个字呢，就是二。二的发音跟乃几乎是一样，所以人呢，人的声音也是二的声音。人可以念农，闽南语念人念什么？念狼，是不是？狼是什么？狼就是农。那为什么农跟人有关系？因为中国人口，古时候人口最多的，古时候排列这个人的阶级地位啊，都是这样：士是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所以念了书之后。就变成士了，啊，认识字了，就可以做官了，就可以高人一等了。最多的呢就是农，实际上农应该排第一，因为99.9%都是农人最多，啊，其次是工，再其次是商，士应该排在最后，因为士最少。可是士因为他念书嘛。这个排次序由他来排，他就排第一。这是知识分子不要脸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农人最多，所以农跟人造的声音是一样，所以把人也叫做狼。有一次我讲演，下午3点钟讲演，我中午吃饭，看电视，闽南语的节目，哎。这个12点50分，然后那个剧演完了，说了一个闽南语的歇后语。歇后语懂吗？就是前面说一句，后面就重点就在后面，就外甥打灯笼照旧之类的。他说：“鸟吃啊被洗俩吧，鸟吃啊就是老鼠，老鼠的尾巴。”西两把，两把就是，应该是这样写吧，我不记得，反正是长那个长疮就对了。人要是长皮肤病啊，如果有什么突然在那冒出一块来，会肿起来。这个碰到了什么细菌之类的，里面灌脓，这个脓挤掉它就可以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老鼠的尾巴，老鼠是很小了，老鼠的尾巴更小，老鼠的尾巴上面长了两把。有多少农啊？没有多少了，很少了。莫哇最狼了。上一次我来人很多，这一次来了，我一看，鸟吃啊喂西凉吧，莫哇最狼了。我这个讲演一定不精彩，没有很多人来，我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场白。
来开个玩笑，是不知彼知己知彼啊，就百战不殆，不是百胜，百战不殆应该是，嗯，反正就是打仗用的，这是兵法上说的。嗯，庄子打仗吗？庄子当然不打仗，什么知己知彼的？哦，我这个意思就是，他是不知就是彼呀，啊，不知什么？不知就是不依呀，不依就是不依就是彼嘛，彼就是嗯。所以我说，庄子讲什么？庄子讲什么都一样，啊，万物虽多，其质一也，都是一。嗯，他说万物依其一，孰短孰长。齐物论很长，可是齐物论里面你找不到一个齐字，很奇怪了，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他在，我们以后第一篇讲就预言篇，预言篇里他说不言则齐，他不言就齐，哦，他原来他的意思，但是我是不言嘛，对不对？我说过他很多次，他说。我是什么？我是不言之辩呢，我也辩呢，我是不言呢。他就不愿意解释一下我是拼音呢。那什么，他就是不辩之辩嘛。我辩等于不辩嘛。我没有说什么，我说什么等于没有说啊。我说什么说，我只是拼音而已，没有。辩这个那个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嘛，不知道你怎么辩。所以我说庄子不知彼，就是庄子里面有很多彼，他这个彼的声音就代表不知道。他这个彼当然表面上他是代表那个第三者，哎，除了我你之外，他不是彼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彼那个不是。他是个不知的意思，所以我说我要讲这个庄子不知彼。刚才我说了天就是一，天就是老大，就是一，人是老二，你要征服老大，征服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，你不知道天上会不会飞来个卫星来撞你啊？卫星撞地球，总有这么一天，不知道是何年何月，可能是100万年以后，可能是1亿年以后，不知道。你现在把大气层捅了一个洞，你不会补，将来有什么后果，你也不知道。什么？就是什么都是不知道。所以庄子就说，他说知止于不知啊，刚才说万物一齐，万物都一样，谁短谁长啊，好像是说没有什么短长吧，其实我就是说他就是个开玩笑，实际上这四个字都是道的声音。这个孰是什么？孰就是谁呀，对不对？闽南语念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念都这里都听过吧？哪一个啊？都这里多几嘞，就是多，嗯，
短啊，念豆吧。长，大家都知道，古时候没有支持都是德特，现在，现在有一种，好像也算是药，也算是什么食品，叫做长大了，对不对？登大郎，这个字应该是转变的转，转变的转念邓，邓大郎，不是邓大郎，邓大郎，邓是转。我们讲逍遥游，以后讲逍遥游就知道这个缘，为什么缘那么重要？他讲到里面有一种风，叫做扶摇风。大家都会用这个成语，叫做扶摇直上。扶摇什么？古无清纯，是重纯。扶就念波，波，男子叫扎波，波。古时候扶啊、扶啊、扶啊，这都是男子的名称，常常。你古书里面有常常什么符什么符，现在也有人名字叫什么符什么符，符就是波，沙丁波，嘴里面人嚼东西叫做波，是不是啊？波还有嘞，才消化波，干的。干的果子、干的肉叫剥，是不是、啊？谷物清纯都是剥剥剥剥啊。斧头的斧叫做剥桃，是不是？剥都是剥。不要合起来，不要什么？不要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说，年轻人都在干嘛？都在飙车，都在飙，不要飙飙飙。有一种风叫做飙风，什么风？就是直接往上去的，不是直这样往上，是旋转往上的。龙卷风啊，所以他说是团扶摇而上。是团标而上，所以现在他说啊，他扶摇直上啊，在美国得了个博士，回来就做新闻局长，新闻局长就做部长，部长就做院长，院长就做什么扶摇直上。我以前也不懂啊，我也会用扶摇直上啊，啊，扶着东西一摇就上去了，就不懂啊。哦，原来他是跟声音有关系的。跟声音有关系的很多很多，在庄子里面，尤其是庄子是利用这个声音在开玩笑。你要懂得古音，古音是古无舌上，古无舌，古无清纯，还有可以阴阳对转。天就是梯，天就是梯，梯就是低，就是老大。你人要胜天，人什么？人是麟，是逆，逆就是麟，麟就是。所以，现在什么？啊，林伯来，林伯。我刚写过了，对不对？林伯什么？就是跟那个谁一样啊，跟刘邦一样啊。啊，乃公怎么样？乃公就是我呀，就是自己托大。就是自称说我是你老长辈，我是你的祖宗，是这样骂人的话嘛。
那女人怎么骂？临咒骂是不是？临咒骂怎么样？你其实就，是半个粗话了。所以庄子里面怎么样？庄子里面很多，逍遥游开头两个字是北冥，什么是北冥啊？北冥就是，看不见的，就是说好像北海，是吗？不是，是拼音，就是拼音，就什么拼音？就是不一的拼音呢、啊。那冥什么？冥不是这个吗？哦。这个字知道吗？没念过数学应该知道，生什么？生密呀、啊，降密呀、啊，念密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念密呀、啊，就念密呀、啊，密呀、啊，密什么密就是闭呀、啊，波泼么是一回事啊，所以都知道，知道。知道是什么？知道万物一起都是第都是一。可是你不知道是在外面啊，不知道是万物之母。万物之母大还是万物大？当然是万物之母大，万物都是它生的。万物之母有多大？就不知道吗？要知道，知道怎么样？知道它就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物嘛。不管它多大的物，它都在里面。可是，万物之母是什么？它不是物，它才在外面。它不是物。不是物，你怎么知道它不是物？你当然不知道嘛，所以不知道它就是非物。但是物物则非物，这个是动词，这个是受词。生万物的，控制万物的，它不是物。如果它是物，它在里面。它是什么？它是有，所以你能够知道的，它一定是有，它就是物。所以万物，万物都一样，都在里面，都是一。知就是一，一就是知，都在里面。不知道的是在外面。不知道是什么，北冥，北冥他就是不知道。刚才说过了，北冥什么，好像密呀，密就是闭呀，闭就是。现在常常说啊，你不可以骂三字经，什么三字经，四字经啊。那个第四个字当然更不能说出来了。为什么不能说？那英文不是第二个字母就常常说吗？对呀，它是英文呐，你中文就不能说吗？你不说也说了，说了很多了。这个不是吗？对呀，这个就是嘛。这个是一定吗？这个是一定还是不一定？不一定吗？你必须必，不是一定吗？对呀，你意思一定，可是声音又不一定。你到底一定不一定？
你不知道啦，所以就庄子就是开这个玩笑。你对也是不对，不对还是对，你到底什么叫到底？你不知道天有多高，你到底吗？你没有到底嘛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没有说什么，我什么都不要说啊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说什么？你们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你们做梦，我也在做梦啊。对呀，人生如梦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做梦变蝴蝶，真的吗？假作真时，真亦假；无为有处，亦有还无啊！有还是无，无还是有啊？为什么？你说物者，控制万物的，控制万物，它不是物，它不是物，它还是物啊！对呀，不是变吗？你不变，它还是变嘛，对不对？那不以不变应万变嘛。非什么？非就是古无青春，非就是不呀。所以。《逍遥游》里面怎么样？鱼化为鸟，化为鸟怎么样？鸟要飞起来了，鸟当然要飞起来。废话，你说，对呀，是废话嘛，本来就是废话嘛。哇，这不是，这不是八吗？对，是不是八？古无青春嘛，没有佛嘛，都是好了。这个是不是念仲春了，对不对？古无青春嘛，这个不是仲春吗？现在都用电，就都用什么计算机，对不对？古时候怎么样？都带个算盘，算盘要干嘛？要拨啊。拨来拨去啊，刚才写八跟发不是一样吗？古无青春，你念它八就是对了嘛。八什么？八就是不一呀。所以不一也是必呀，必也是一定，一定也是不一定啊。变变也是不变，不变还是变呢？物也是非物，非物还是物啊？万物，万物都有什么？万物都有现在很流行的叫做 DNA，对不对？万物都有它的基因，它的基因是谁给的？是他妈给的。他妈在哪里？你找不到啊。找不到就没有了吗？不见得，是不是？所以似无而有。似有而无，你到底什么到底？就是不知到底嘛。你不知道天边在哪里，你到底吗？你不知道时间有多久，你画不出一条直线。你不知道空间有多大，你不能自我设限，画着两条线，横的、直的，不能画，不能画。你研究什么？你所有的研究都是有限的有，而不是那个无限的不知道。所以庄子要说什么？我没有要说什么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什么？啊，你不是废话吗？对啊，本来就是废话，本来就是发话，本来就是八话，本来就是直八，直是一，八是不一。所以整个的来说，就是一跟不一的汇合。似有而无，似无而有，似分而合，似合而分。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这个久要看多久的时间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大概只到三分之一，我看，三分之二就逍遥去了。对，上逍遥的课就希望逍遥。我告诉你们一个。
再耽误两秒钟啊。我的同学他常常喜欢到大陆去逛，看大陆的书，看到他发现，哎，大陆有一个，大陆现在常常从地下挖出东西来啊，他发现，哦，有个东西说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他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后来找到了，哦，原来是赵国，古时候的赵国，赵什么？就是发吊的音啊。现在很有名的叫什么？赵少康是吧？他姓什么？姓刁啊，姓刁啊，刁啊。所以逍遥游的逍，它就是道。逍遥游的逍是什么？是小小，它就是道。大家都知道哦，庄子讲大九千里啊，九万里啊，我大。可是你不知道小还是道，大是道，小也是道。所以正也是他，反也是他。